我是刚刚在做的那110年，那个3月10号，台北捷运板南线12:32，重要复印站所发车是223次，开往顶埔的港一年行刚刚时间，说以及开往南港展览馆的。刚刚的刚才像刚刚的时间是中校复兴的，到下面一个马掌门都点不到地方，那拜拜。由 C341型2021编组在中央会议站关闭上面的，那拜拜。